好，如果同学需要讲义的话，前面还有多的。今天看样子，大家都跑去准备戏剧比赛了。所以，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今天就不分组讨论，我直接讲课，好不好？好，那我们来从这五题下手。没有，既然我要讲课，其实应该可以直接讲课。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一起看这五个题目，所以我们来直接看诗吧。OK， 第一首 The Rear Guard。Rear Guard 的意思是守候的军队，就是压轴的。譬如说要撤退的时候断后的那个军团 ，The Rear Guard。Hindenburg Line, April 1917。一战哦，不知道那个高中历史课本记不记得？一战大部分是壕沟战。然后有各式各样的阵线，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战略是以防御为主，就是怕敌人攻进来，所以就筑起各式各样的阵线，然后挖壕沟什么的，每一个阵线叫做一个 line， 所以这首诗的情节发生在 Hindenburg Line， 然后他给你一个日期 April 1917。我们知道一战是14到18年，所以这个已经是接近后期的。Groping along the tunnel, step by step, he winked his prying torch with patching glare from side to side, and sniffed the unwholesome air. 他在洞穴里面 ，tunnel， 地下洞穴里面，然后用手在摸索前进，在 groping 是抓的意思，所以他用手在抓，在摸，一步一步的走。第二行 torch 这个是英式英文，用美式英文叫做flashlight 手电筒，所以他拿着手电筒，然后他诗里面描述说好像在 winking 在眨眼一样，意思是说就是譬如说你看有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向你走来，他东晃西晃。经过你眼睛的那个视线的时候，就好像闪一下，所以它比喻像眨眼。然后它又称之为 a prying torch。pry 在这边的意思是窥探的，所以你想象一个地下洞穴很就是没有光线的阴暗，然后就看到有一个手电筒的光这样东闪西闪，然后在探索，在窥探这个洞穴里面有什么。那个光芒它叫做一个 glare 通常我们被认为它是一个刺眼的光芒，然后呢它又用一个字来形容这光芒 patching， 我们知道 a patch 是一片，所以就是譬如它照到哪里就是一片光，但是它这边用的是分词 ing 形式，所以它不是说照到那边定格然后就有一片，而是说那个光线在移动的时候照到哪里就形成一片，然后这一片一片也是在不断的在移动，所以这一行就是给你一个很具体的那个手电筒光线移动的画面。第三行 from side to side， 左照到右，右照到左， and sniffed the unwholesome air， unwholesome 就是 unhealthy， 所以他同时也在吸那个我们可以把它想成瘴疠之气。Sniff 是闻，嗅觉那个闻的意思。第四行 ，tins, boxes, bottles, shapes too vague to know。因为看到罐头，这个是叫什么？习罐头。箱子啊，瓶子啊，还有不知道是什么的形状。所以这个边就在描述他手电筒照到的东西。A mirror smashed, the mattress from a bed.
所以第四行是一些垃圾啊，第五行就是什么镜子碎啦，然后有床垫没有床架，所以我们开始感到这感觉就是一个好像是遗弃或废弃的空间。第六行 ，And he exploring 50 feet below the rosy gloom of battle overhead。所以在这些垃圾之中呢，还有我们的主角。就是在地下洞穴走动的那个士兵，那这一行也告诉我们他有多深，地下50英尺。转换大概3英尺等于差不多1.5公尺，对，是可以稍微算一下，基本上就是很深了。然后呢，他在地下，那地上是什么呢？第七行 ，The rosy gloom of battle overhead， 所以在地面上还在打仗。然后他把这个打仗比喻成一个玫瑰色的gloom， 阴天的云气这样子。通常 rosy 我们会当做这个好的东西，比如说讲人家脸朝泛红 ，rosy cheeks。但是他这边居然是用来形容战争。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相较于洞穴之下的情况，那个战争至少在地表面上稍微好一点点。第八行 ，Tripping, he grabbed the wall， 绊倒了，天演恐怖片。Saw someone lie humped at his feet， 然后。为什么绊倒呢？往下一照，看到那边也躺着一个人。Humped 是缩起来的意思，所以在我们的主角脚边有一个人躺在那边缩起来的。Half hidden by a rug， 盖着毯子。And stooped to give the sleeper's arm a tug。Stoop 这个字我们之前看过嘛，就是屈就，他这边就是蹲下来，然后 tug 是拉一把，所以他去拉这个睡觉的人的手背。I'm looking for headquarters， 在找总部。No reply。God bless your neck。不回应他就开始骂人。For days he'd had no sleep。这个括号里面在解释为什么他还骂人，就是他自己好几天没睡的，看到这个人睡这么熟，就是很羡慕。然后人家又不愿意回答他。他骂人这一句 ，God bless 是诅咒的意思。就是骂人家了。十三行 ，Get up and guide me through this stinking place。你快点给我起来，把我带离这里。Savage, he kicked a soft, unanswering heap。所以他突然一阵凶狠，一踢，然后他把这个躺着的人比喻成一个 unanswering heap。heap 是一坨。比如一坨东西，然后说他是不回应的，而且还是软绵绵的，就是人家的身体嘛。And flashed his beam across the livid face, terribly glaring up. 然后踢了，然后现在照手电筒照到人家的脸，然后呢，他把脸比喻成狰狞的脸 ，livid face， 或者你可以说，生气的脸。十六行 ，terribly glaring up， 那个脸也是很恐怖的，就是向上看，瞪着 ，glare 这边是瞪着。Whose eyes yet wore agony, dying hard 10 days before？ 这个躺着的人，他的眼睛里还带有受苦，因为他10天前就死了。And fists of fingers clutched a blackening wound， 然后就照到他手抓着身上的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已经发黑了。Alone he staggered on， 还继续就是叫什么来着？步伐蹒跚的吗？前进。Until he found。Dawn's ghost that filtered down a shafted stair， 直到他发现，他这边讲的就是有一线天光，他把它比喻成
日出的阴魂，就是那个光已经弱到很难相信它真的是太阳光。然后他为什么看到呢？因为下面他右边讲说 a shafted stair， 有楼梯口，然后这楼梯口呢是直导那个地平的。shaft 通常我们现在会看到的是一个 mine shaft 矿坑，所以你有这个画面，它就是像矿坑一样，就是直接通到那个地表。然后这个光线不但弱，而且它中间还就是经过一些 filtered， 通常我们说，譬如说你喝，你要泡咖啡的时候，就是那个滤网或滤挂式的那个过程，也会叫一个 filter。所以他这边意思是说，它不是说一束怎么天光照下来，而是好像中间有很多灰尘啦、乌烟瘴气的东西，然后那个光线好不容易抵达它地下这边。A shafted stair to 就是去哪里 ？The dazed, muttering creatures underground, who hear the boom of shells in muffled sound. 所以这光从地表照下来，照到那些昏天地暗、喃喃自语的生物。它其实这边比喻的就是人，就像主角这个人，在地下这些生物，在地下这边听到，Shells 是那个叫什么炮爆炸的声音，但是听到的是被闷住的声音，因为在地下嘛，有那种咚咚那种闷住的声音 muffled。 At last with sweat of horror in his hair， 所以终于他头发里面的那个汗水，他比喻成很恐怖的汗水，是因为就是沾到地下各式各样的就是很乱的东西跟那个空气。He climbed through darkness to the twilight air, unloading hell behind him step by step. 终于爬到地表了，然后他每踩一步都是远离地狱的一步。他远离用这个字 unloading 卸下来的意思，所以他是说人们这个士兵在地下承载着地狱的恐怖气息，然后每往上踩一步就卸下一点卸下一点，终于到了地表。所以这首诗主要是在比喻这个壕沟在里面要走地下洞穴的时候的那种像地狱般的景况。他用了几种比喻方式，一就是让你看到那个光与暗的那个，差点说辩证关系，光与暗的交错。然后第二诗节有提到说没有人，甚至遇到一个人只是一个尸体而已，然后还羡慕尸体还能够睡，自己却还就是好几天没睡了。然后第三诗节，第一世界有提到那个 rosy gloom 嘛，把地表上战斗的景况比喻成一种美好的阴天。然后到了第三世界，他又把那个地表下来的光线比喻成一种日出的阴魂。然后最后又说他终于爬到地表上脱离地狱了。所以光从诗对于地表世界的描述，你会觉得就是地表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地表上在干嘛，在打仗。所以打仗战场已经够恐怖了，但是相较于壕沟地下穴道的世界，至少还是地表，至少还看得到光线。所以诗人用这样的反差的方式让读者深刻体会不只是战争的恐怖，而且是壕沟战的恐怖。那为什么叫做压轴兵呢？ The rear guard 就是主角在找总部在哪里嘛，他很显然就是他被派压轴或是可能脱队的，然后现在要往回走，然后希望找到自己的总部，所以他才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题。Why do you think the rear guard begins with a time and place? 为什么他那个一开始要给我们他的时空背景？ What effect might this have and what might be different without this line? 所以就是为什么要给我们他的效果是什么，然后如果拿掉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那个标题下面那个括号那一行吗，他给我们实际的防守线，然后实际的月份跟年份。那对于当时的读者意义比较大嘛，当时的读者那个可能新闻上或报章杂志上看过有报道什么防线的战况怎么样怎么样的。像我们现在看新闻就基本上每一次都会稍微播一下乌克兰最新战况怎么样。所以对当时读者而言的那个连结比较深，他们比较有个画面感。但我们现在读也是有它这样的效果，我们至少知道说确实它连接的是一条真正存在的防守线，然后有连接一个实际的日期。它让这首诗跟现实世界或是现实历史事件有具体连接。如果没有的话，它下面的描述其实是相当神话性的。我不晓得你们奥德赛有没有读到奥德修斯下地狱去问先知接下来该怎么做那段，所以这个也是类似的画面，就是阴森黑暗，然后恐怖，然后遇到死人，然后最后诗里面也把它比喻成地狱，它是一个非常神话性的一个描述。如果没有最前面跟现实世界的连结的话，很容易沦为单纯的想象创作或是一个情感发书。尤其这个已经是现代主义开始了，我们上一周读 Proofrock 那首诗就是充满这种充满情绪跟情感的描述，对吗？我们上周提到说为什么讲室内场景室外场景，它借由场景来反映主角的内心。但是这首诗恰恰不是要你去想说这是主角自己的感觉跟想象，它要引起一个客观的呈现，所以加上实际的时空背景比较有这个现实感，让读者知道这个不是说因为这个没有给名字的匿名士兵个人体验问题而已，而是一般的士兵只要经过洞穴都会有这种就是恐怖战地的感觉。 OK， 这首诗这样讲 有想提问吗？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首 The General， 将军。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the general said when we met him last week on our way to the line. 所以刚刚是士兵在撤退，这边是士兵正要到前线去。 Now the soldiers he smiled at are most of them dead, and we're cursing his staff for incompetent swine.所以上周才跟将军打过招呼的士兵现在大部分都挂了，然后剩下的人不断在骂他的幕僚根本是不称职的猪。 swine 是猪的意思，是猪类动物，或是骂人是猪都可以用这个字。所以立刻前四行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嘛，先是很开心的打招呼，但是刚过一个礼拜大部分就死掉了。 He's a cheery old card, grunted Harry to Jack. A cheery old card, 英式的俚语，就是啊，这家伙可开心的呢。 Harry 跟 Jack 就是很典型的英国男子名字，所以基本上就等于是匿名士兵，任何士兵。As they slogged up to Arras with rifle and pack. 那下面注释会跟你讲 Arras 是一战一个很持续很久的前线的地点，就是那边一战很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那个战线都没有什么变化， Arras 就是从头到尾一直有战事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他们要派去这地方基本上就送死了。 Pack 就是他们的包嘛，就是军人背上背的东西。然后最后一行， But he did for them both by his plan of attack. 这个 he 就是那个将军。 To do for someone 英式的俚语里面就是把人家陷害了。然后中间那三个点它不是编辑删减的，人诗里面就有这个三节号，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说为什么诗人要把这个三节号放在这里，他为什么要把前后做区隔，而且分诗节不够他还特别要强调有这个区隔。我们来可以看整首诗在干嘛，先是将军跟士兵开心打招呼，然后士兵去上战场，然后寥寥无几回来生存回来，回来的人都一直骂这将军跟他的幕僚根本是不称职的混账。然后到第五四行，现在又变成两个士兵他们又要到那个前线去了。那 Harry 跟 Jack 说这一句他可开心的呢，是讽刺嘛，就是意思就是他有什么好开心的，人都死光了他还开心什么，所以也是在骂将军的意思。但这个士兵跟将军的冲突之间，将军最后还是获胜，因为他的进攻计划等于是把这些骂他的士兵也都害死了。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有这三节号，前面六行都是从士兵的视角在看，所以一开始觉得将军哎很开心啊，但是后来才发现根本就是会把人害死的作战计划。但是到了第七行视角突然换了，把骂他的人害死当作是胜利，这个只会是将军本人的视角。所以这个三节号他不只是说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而且是完全相反的角度。士兵当然想要存活下来嘛，如果还可以的话也希望打一个胜仗，但是看样子这将军是只要没人骂他他就觉得 OK， 只要他还掌管军权他其他都不是很 care。 最后一行其实有很多诠释方式嘛，你可以说他真的是恶意，你也可以说他是因为就是很没用，不这个作战计划很不适用，但是又不会想更好的作战计划，所以就是把他士兵害死。我们来看第二题。 The general views death as a weapon wielded by officers against infantry. 这首诗把死亡视作军官对付士兵的武器。 Why do you think this might be important? 这观点为什么重要？所以我们刚刚就有看到嘛，就是不管将军本人是恶意还是无能，但是最后结果就是按照这诗的刻画方式，最后结果就是他把他的士兵害死了，所以士兵骂士官其实骂那个将官是正确的嘛，确实是没用的猪。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写诗来凸显这件事情？如果你还记得膝盖读伊利亚德的时候，在打特洛伊战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一些这个名将啊，然后史诗的知名人物在打仗，然后很多篇幅都是提振士气啦，然后那个战士的那个来来回回啊，大部分都是士兵非常受到鼓舞，然后愿意跟着他的将官去上战场，都是人心一体的，就是连成一线的。这个是我们传统对于战争 的看法吧，就是跟着英勇的将军上战场然后打个胜仗。可是到了一战，我们上周有提到科技发明导致作战策略应该要改变，可是大部分的将军跟这个幕僚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用了过时的作战策略导致士兵基本上就是白白上战场。
这个时候第一件最大的转变就是士兵不再信任他的长官，而且从这首诗来看，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他不应该信任他这个长官。长官就是把一些士兵就是丢到战场上，然后以人海战术看能不能就是把对方压下来，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作战方式。所以这个就是一战颠覆传统战争观的各种面向之一，士兵跟将官之间并没有共识，甚至把就是指挥官当作敌人来看。好，这首诗有想提问吗？这个精神其实有学者说，因为这样的变化，这个变化以及类似的，就是因为战争形态改变，导致说一战之后是西方文化，尤其美国文化讽刺元素的兴起。如果你们有机会看一些比较旧的电影，或是就是看一些比较旧的书，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你们常常会看到有，譬如说小朋友就是非常开心，然后大人也是非常就是欢乐，然后大家就是一片美好。实际上曾经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有这样的社会精神在美国，但这学者认为就在一战结束，一战的真相曝露之后，美国文化才又兴起了就是对于长官的怀疑精神，对于权威的怀疑精神，然后从此之后开始有明显区分官方说法跟实际说法这两套。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好，我们看下一首 Glory of Women。You love us when we're heroes, home on leave. Leave 是请假。Or wounded in a mentionable place. 受伤的地方要能够讲出来。所以不是那种什么就是私人部位之类的。就是譬如说手臂啊脚啊，就是公开场面可以提及的那些身体部位。所以我们休假回来或是受伤能够在人面前提出来的时候，你都认为我们是英雄。You worship decorations， 这边是指那个徽章，奖那个颁奖的那种徽章。You believe that chivalry redeems the war's disgrace。这一句很有趣 ，chivalry 是骑士精神，或是我们现在说绅士精神。战争而言，应该就是一个英勇气概。然后这一句话的意思直接翻就是，你认为绅士精神能够把这战争的羞辱吗？羞辱救赎回来，或赎回来，不要救啊，赎回来。意思是说，这首诗写的时候国内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就是这战争好像没这么美好。但是他们仍然还怀抱着一个美好的想象，认为说输了没关系，只要我们的这个上战场的男孩们表现很英勇，这样子这个战事就打得值得。这个就是这首诗这边要讲的，你是这么认为的。You make us shells， 就是国内的人为我们制造炮药，就是弹炮。You listen with delight， 开心的。By tales of dirt and danger fondly thrilled， 听我们讲一些这个，比如说什么 dirt 是土壤嘛，那这边就是说身体弄脏了，衣服弄脏了，然后 danger 又好像充满危险。听这些故事呢，你们很开心，感到刺激 ，fun 是开心或喜欢的意思，然后 thrill 就是感到刺激。
You crown our distant ardors while we fight. Ardor 是热情 passion 的意思。所以我们上战场的时候，听闻我们遥远战场上的热情跟英勇，你很称赞 ，crown 就是上皇冠嘛，意思就是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值得称赞的事。And mourn our laureled memories when we're killed. 而我们战死的时候呢，你又为我们的回忆上桂冠来哀悼。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是很传统的，就是国内跟士兵之间的关系嘛。留在国内的人给士兵鼓舞打气，然后听闻一些英勇事迹，看到颁奖觉得很开心，然后如果战死的话，也就是把他当英雄来对待跟纪念。目前为止都很传统。第九行。You can't believe that British troops retire. 你看到 retire 上面上了那个引号，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特殊用法。Retire 原本意思是退休嘛，但他这边上了引号就是特殊用法，就是军队用语，实际上就是撤退 retreat， 是一个委婉词。You can't believe that British troops retire.When hell's last horror breaks them and they run, trampling the terrible corpses blind with blood. 我们开始从美好渐渐要就是又要向下坠落了。那中文翻译出来必须要倒过来翻，所以那个感觉刚好相反。你无法相信说当英国士兵的头上遭受了地狱最恐怖的事迹，而他们跑的时候践踏着各种恐怖的尸体，眼睛里都是血，你无法相信他们这个时候居然会撤退。十二行。 Oh German mother dreaming by the fire。 诶，第一诗节在讲英国的女性女人，就留在国内的女人。第二诗节突然转向德国的母亲，也就是一战英国的敌人德国。Oh, 就是啊。Oh, German mother dreaming by the fire, while you are knitting socks to send your son, 正在缝制袜子要送给儿子。His face is trodden deeper in the mud.他的脸正被践踏到泥巴里，溅得很深。我们来看题目。Why do you think Glory of Women ends by addressing a German mother? 哎，这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是我问的。为什么这首诗第一四节都在讲英国的，就是国内的女人，到了第二四节突然要转向去讲德国的呢？如果我们看第一四节，我们看得出诗人是很努力想要戳破国内对于这战事的美好想象。前面我们说七行吧，八行，前面八行讲的都是很传统对于战争的英勇的想象，到了第九行开始，九十十一这三行，先是第九行你无法相信我们会撤退，然后第十行第十一行那个情况越讲越恐怖，第十行就是抽象的讲说是地狱的恐怖事迹，他士兵遭受地狱般的恐怖事迹然后开始跑，然后第十一行是最恐怖的，因为你说地狱的恐怖司机，这是一个比喻嘛，没有很具体，你知道是什么，但是你感受不到。但第十一行有具体画面，跑的时候，即使践踏到了尸体，也不 care， 因为眼里都被血迹给就是挡住了，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跑，看不到，总之就是跑就对了。他提到尸体其实跟第八行的
叫什么战死的士兵的回忆，是一个反衬。对于战死士兵的称颂跟纪念，首先就是要把尸体带回来嘛，然后有一个葬礼啊。但是在战场上，谁管那些礼节？跑就对了，踩到人家尸体也不顾。所以我方是这样子，因为就是英国诗人嘛，所以我方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对于自己这一方士兵跟战士美好想象的幻灭，但是战争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元素是仇敌，你要能够把敌人视为就是值得去打的敌人，你的士兵才愿意出战。这个是后面三行在消灭的想象。常常仇敌几个基本方法就是把人家去人化嘛，比喻成蟑螂，比喻成老鼠，比喻成恶魔，就是不要把它当作人，比喻成万恶的德国，然后什么威胁我国的安全、信念、未来、价值，通通都是德国要消灭的东西。这是基本的战争这个对内宣传的方式。但是最后三行讲的是什么？这德国母亲边想象着要把这袜子缝好送给儿子，殊不知儿子早就死了，而且不但死了，而且是他的尸体也不断在被践踏着。这三行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让读者意识到战争的恐怖不是只影响到一方，不是只有你宝贵的儿子、宝贵的兄弟、宝贵的先生才会受苦，敌人的士兵也是人，也是某一个母亲的孩子。所以如果你说我们的男孩如此受苦，死了这么多，不打赢不行，最后三行就是告诉你，你这个想法只会让对方受更多的痛苦。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有想提问吗？好，前面三首是 Siegfried Sassoon 写的诗里面的，我自己觉得就是比较有感觉的几首。我们等一下第五题会去比较两个诗人的诗风哪里一样，哪里不一样。我们现在来看两首 Wilfred Owen 的诗。哦，第一首，这个标题其实是拉丁文，那诗里面会解释为什么会用这个标题。Dulce Et Decorum Est， 下面会讲，所以那个不要紧张。这个不是现代主义诗，它不是刻意要把你排拒在外。Bent double like old beggars under sacks, knock-kneed coughing like hags, we cursed through sludge。 好，所以第二行出现主词的 we。那我们知道两个诗人都是士兵，所以这应该就是讲一般士兵的行动。Bend double， 弯下腰，然后比喻成年老的乞丐。然后为什么弯下腰呢？因为是 under sacks，sack 是一袋，所以就是他们身体，他们扛着一袋一袋的东西，然后被压的弯下腰。第二行 knock-kneed， 就是膝盖走路不稳，会发抖。Coughing like hags， 像个老女人一样不断咳嗽。这个 hag 是，其实这样讲，不是很好听，但是英文里面有很多丑女的用字 ，hag 就是其中一个，它是一个比喻年老女性。你想象各种对于年老女性的刻板印象，负面刻板印象，基本上就是可以用 hag 这个字来呈现。所以 coughing like hags。We cursed through sludge. Sludge 就是泥沼泥泞。
所以他们在行经泥泞间，然后边走边骂 curse。Till on the haunting flares we turned our backs. 直到他们能够背对着那些阴魂不散的那个叫什么信号弹 ，flare 是信号弹。那 haunting 通常就是我们英文会说闹鬼嘛，鬼屋 ，a haunted house。它实际意思是阴魂不散，不一定跟鬼有关，就是那种挥不去的那种印象。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时间，这应该是晚上，因为晚上才需要信号弹。信号弹是就是照明整个战场用的。所以已经到晚上，他们已经打仗打一天了。第四行，所以他们刚刚 turned our backs and towards our distant rest began to trudge。终于打完可以准备去休息了，但是他的休息的地方很远 ,distant。然后 trudge 就是 一步一步就是寸步难行的前进。Men marched asleep. 边睡边走。March 是行军的意思。Many had lost their boots, but limped on, 一跛一跛的前进。Bloodshod.Shod 这个字现在不常见，它的意思是以什么做鞋子。那这边 bloodshod 就是以血做鞋子，就是脚上全部都破了，都是在流血，因为没有靴子。All went lame， 全部都变瘸子了。All blind， drunk with fatigue， 累得像喝醉一样。实际上是真的，就是最近有研究显示，就是好像就是缺眠几小时等于喝几杯酒一样，那个对于意识的影响是一样的。Deaf even to the hoots of tired outstripped five nines that dropped behind. 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走路走不动了，看不见了，意识模糊了，然后 deaf 是听不到。Deaf to something， 对什么听不到。他这边是比喻 后面战场上一直 在那个发射的炮弹。下面注释会跟你讲 five nine 是那个炮的口径。然后呢，他这边讲的是炮本身，不是那个枪炮，是那个炮本身，因为他说 that dropped behind， 只有炮本身才会掉下来嘛。然后这个 behind 就是身后，因为他们转向了嘛，要离开前线了，所以后面还在打。但他比喻这个炮声，那个炮声你们看战争电影就知道嘛，就是会有那个呼啸声嘛，然后才落下来。他把它比喻成 hoot， 这个通常是老鹰的声音，不是老鹰，猫头鹰的声音。Of tired outstripped， 所以连这个枪炮都很疲累。发射一整天很疲累。那 outstripped 这个意思是我们的距离已经比他远了，所以又是在讲说就是身后的打不到我们的。他把那个枪炮比喻很累很疲乏，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蛮传神的。我之前看到有报道说乌克兰就是枪炮发射最凶猛的 那一段时间，他们的那个炮管开始融化了，因为就是中间冷却时间不够，所以确实枪炮也是会疲乏的。好，第一师节给我们铺好了那个背景设定了。第二师节事情开始发生。 Gas! Gas! Quick, boys!有毒气，一战的各种科技发明其中之一就是毒气。然后你看他的这个写法，先是一个惊叹号，然后再来，我不知道后排看的看不到，你可以看讲义。第二个 gas 其实是小型大写，你们知道有这东西吗？它的字母是大写，但是它的尺寸是小的，所以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如果你要用英文打字要表示在呐喊的话会全大写，意思一样。
所以他是一声比一声大 ，gas gas quick boys。那要干嘛呢？赶快干嘛呢？就是要戴上那个防毒面罩。An ecstasy of fumbling。就是 fumbling 这边是手忙脚乱的意思，赶快拿出来那个面罩。Fumble 原本意思是就是没有接好，或是就从手上掉下来，他这边是手忙脚乱的。然后他把这个手忙脚乱的情况比喻成 ecstasy， 一种体外欢愉感，那种像受神启那种感觉。他的重点是有一种他的感觉是置身事外的感觉，好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可以说是无法接受是真的在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有一种抽离感。然后这个也可以连接第一段第一世节在讲，因为大家都很累，就是听命令赶快，就是认知上知道要保护自己，可是感受不到，因为太累了。第十行 ，fitting the clumsy helmet just in time。所以他这个时候是不止这个面罩而已，是有带有整个会罩住整个头这样子，但是他把它比喻成 clumsy 笨拙的。英文不能用 clumsy 比喻东西，你只能比喻人。但是他这边意思就是那个毒气罩不是很合，就是不是很吻合，所以感觉好像很笨拙。他们就是及时戴上了 fitting。Just in time. But, 但是什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看。
我们继续看吧。我们上一节看到毒气来了，然后士兵要戴上防毒面罩。十一行 ，But someone still was yelling out and stumbling and floundering like a man in fire or lime. Lime 是石灰，就是用来处理尸体的那个石灰。Floundering 有点像是你想象一只鱼上岸，然后在那边拍打的。所以大家戴上了，但是有一个人还在那边喊叫，跑来跑去，然后像一个上岸的鱼在，就是或者我中文会说无头苍蝇，跑来跑去，像是在燃烧 ，in fire or lime。三节号，这边应该就是一个延续的概念，让你把这个画面延续下去。Dim, 阴暗的，或是昏暗的。Through the misty panes and thick green light. Pane 我们上次有讲，就是那个窗户的玻璃，它这边是防毒面罩的那个，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塑胶，就也是用玻璃做的那个，窗口。Through the misty panes, 像起了雾气一样的 ，mist 是雾。And thick green light. 所以为什么会起雾？为什么会有浓稠的绿色光线？这个就是毒气。所以透过毒气，透过那个窗口去看外面的景观。As under a green sea, I saw him drowning. 像在海水绿色海水之下，我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像淹水一样。In all my dreams before my helpless sight, he plunges at me, guttering, choking, drowning. 所以这一诗节突然换了视角。In all my dreams, 日后我每次做梦，都会在我无能的视线里看到。无法救他的视线里看到他向我冲过来 He plunges at me Guttering, choking, drowning Guttering 是人家那个呼吸困难的时候会发出那种声音喉咙那种声音所以这边就是当然就是在描述他受毒气的影响那个第十行那一个诗节是讲经过，然后第十五行这个诗节是讲那个画面终身挥之不去，忘不掉。有他的兄弟就在他眼前吸了毒气，像在岸上淹死一样。If in some smothering dreams you too.Could pace behind the wagon that we flung him in. 对，这句话告诉我们两件事：一，他们把这个可怜虫的尸体，应该说身体，扔到一个拖车上面，然后他们必须在走在拖车后面，跟着拖车就是行军回去。然后这一句的框架是说，如果你在类似我这种挥之不去的梦魇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他把这个 dreams 比喻成 smothering smother 是把人家就是譬如说把火扑灭或是什么要杀婴儿的时候拿一个枕头盖在他脸上那个动作所以就是他做这个梦给他这样的感觉无法呼吸好像被扑上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做这样的梦然后也看到我们跟在把它丢到那个拖车上面然后我们还必须要在拖车后面行军看着它。十九行 And watch the white eyes writhing in his face 看着他两眼翻白在他的脸里面滚动 His hanging face
like a devil's sick of sin. 像是一个上吊人的脸，然后他这边比喻成一个受够了罪恶的恶魔，就是这个恶魔做的罪行多到他自己都受不了。If you could hear at every jolt, 就是每那个拖车每颠簸一下。If you could hear the blood come gargling from the froth-corrupted lungs. 听到他，我们从后面翻译，听到他被泡沫，毁坏的肺吐出来的那个血的声音。Gargle 是那个，就是譬如说，就是然后要用水漱喉咙那种声音，就是气管有水的声音。所以那个托森每颠簸一次，他们都要听一遍他那个肺在吐血液的声音。Obscene as cancer， 像癌症一样的，就是obscene 怎么翻会比较好？污蔑性吗？一种玷污吗？我看 Google 说什么？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用这个东西。猥亵的啊，对，猥亵的，跟癌症一样猥亵。他这边意思是说不受控制，不顾礼节，因为癌症就是他蔓延到哪里就是哪里，你也不能说这样子不公平，你也不能说这样子就是不尊重什么，癌症想干嘛就干嘛。所以他把这个受毒气影响比喻成就是得癌症一样。Bitter as the cud of vile, incurable sores on innocent tongues. 他这个画面给他的感受就像是，舌头长脓，而且是治不了的那个伤口，然后发出那个脓液。给人的感觉，那个味觉的感觉，那个苦 ，bitter。Vile 这边是那个邪恶的，比喻成臭的或是令人反感的。但是他又说这样的舌头是 innocent， 天真，就是无辜的。所以这样的受苦，这个士兵是没有什么原因要受苦，单纯是因为他动作不够快。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能够 每一晚都有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感受，25行 My friend, you would not tell with such high zest, 如此热情地说 To children ardent for some desperate glory, 给那些渴望极度渴望光荣的那些小朋友，你不会跟他们说 The old lie, 那老旧的谎言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 这句话翻成英文是，它下面注释有翻，在这边 ，It is sweet and meet to die for one's country. 为自己的国家战死是一件美好的事。这个是。Again， 这又是传统对于战争的看法，所以这个典故是引用古希腊的史学家的典故。所以整首诗的重点都是在让你，就是把读者放到那样的战场上，让读者亲身去感受这样的处境，然后再叫读者回头再想一下，平常听到不管是募兵的人或是催战的那些宗教领袖什么的，说为国家战自己国家战死是一件美好的事，到底美好在哪里？最后两行真的是一战诗里面最厉害的两行，一当然是因为他突然转换语言，但是押韵还是押得回来，然后音节也符合。我们从26行来数音节
To children ardent for some desperate glory, the old lie dulce et decorum est. 音节符合。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最后一行像是早夭的士兵一样突然断了。Pro patria mori， 只有前半。如果诗人的目标是要让国内的人对于战争的美好产生幻灭感，那这首诗最后一行也传递了这样的幻灭，像是那个理想就在瞬间破坏掉了，后面接不下去了。这首诗没有讨论题目，讲到这边有想提问吗？好，我们来看第五首 Futility 无助，或是无用。Move him into the sun， 把他移到阳光下。Gently its touch awoke him once， 阳光的感觉曾经让他唤醒来过，轻柔的感觉曾经把他唤醒过。At home, whispering of fields half sown， 在家里阳光传递给他的讯息，轻柔传递给他的讯息是，他的农田还有待耕种，还有待播种。To sow seeds 就是农田播种，所以 half sown 只播种一半。Always it woke him, even in France. France 这边就是刚上战场的时候，通常是在法国登陆。Until this morning and this snow.哎，我稍微提醒一下哦，很多学生会犯的问题 ，until 是说现在不一样的，像我们中文会说，直到今天都还是如此，但是英文用 until 就是今天就不一样，所以他说 ，always it woke him even in France until this morning and this snow， 就是今早今天的雪地里，太阳却无法把它唤醒。就是人死了嘛。If anything might rouse him now, the kind old sun will know. 如果现在还有什么能够把他叫醒的，这个和蔼的太阳老公公一定知道。所以他这首诗里面是把太阳比喻成一个长者，一个智者，或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呵护万般生命的一个能量来源，没有其他法子，只好交给太阳。但当然，因为太阳它并不是这样的，真正这样是一个智者，它只是一个比喻而已。所以讲这句话，这个。没有别的方法，只能看太阳有没有什么方法来把它叫醒。意思就是没有方法的，就是那个尸体无助。Think how it wakes the seeds。这边这个 it 是太阳，想想太阳如何把种子苏醒，就是让植物长出来。Woke once the clays of a cold star。这太阳曾经把我们这个冰冷的星球的从泥泞里面孕育出生命来。Clay 是泥土，那当然 ，star 是恒星，地球是行星，但是这个不是讲科学的时候，就是星星的，天体的。Our limbs so dear achieved.Our sides full nerves still warm, too hard to stir. 那这句是两句并成一句哦。如此 so dear achieved, 如此昂贵代价成就的四肢，真的太困难，无法让它动起来吗？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
充满的那个叫什么神经的身体，还温暖的这个身体，真的要让他能够动起来太困难吗？ Nerve 就是神经嘛。Was it for this the clay grew tall? 是为了这个才让泥土长得这么高吗？他这边比喻，他这边是拿前面的泥土，他说太阳让地球的泥土苏醒过来，那变成生物，最后生物的演化最后变成人，所以他这边 clay 讲的是人，就是原本是泥土，现在变成人，让这个泥土幻化为人，长这么高这么大，只不过是为了这个而已吗？为了这一刻的死亡而已吗？ Oh, what made fatuous sunbeams toil to break Earth's sleep at all? 是的话，那这些到日光，如此浪费日光，如此浪费精力的日光，为什么要如此努力来把地球给惊醒呢？ To break Earth's sleep.所以第二世界其实它的意象很繁复，它一是有一个就是算是天文观嘛，但另外也有圣经观，因为要记得亚当是上帝由泥土捏成的，然后最后吹一口气让他苏醒，所以说人是从泥土幻化而来，这个是有宗教观的。所以我们如果把第二世界翻成白话文，就是它延续着对于太阳的拟人化嘛，太阳这么厉害，能够让种子长出来，能够让泥土幻化为人，难道这个人的四肢经过这么多努力去演化而成的四肢，它还温暖的躯体，难道就没办法让它苏醒过来吗？把这个人养到十八岁，就只是为了这一刻死掉吗？这样的话，太阳干嘛那么辛苦？就是白费努力。我们来看题目，第四题 ：How do you think futility subverts traditional Christian ideas? Subvert 是颠覆，那你觉得这首诗是如何颠覆传统的？基督教的一些观念想法。那主要的切入点就是刚刚提到，就是亚当是由泥土来捏造而成，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观念来看，那就是在把这首诗就是在把太阳比喻成上帝嘛，上帝让植物生长，上帝让人苏醒过来，但是最后这个太阳是无助的，它没办法让这个战死的士兵苏醒过来。那这个当然就是跟天主教对上帝的看法完全不同嘛。耶稣下凡的时候曾经让 Lazarus 起死回生过，这么简单的事情上帝是当然做得到啊。但是他这边却是讲说连太阳，也就是比喻中的上帝也做不到。所以从一个比较抽象层次来说，这首诗可以是在讲这个战争的实况如何戳破宗教的想象或是迷思甚至信念。其实就差不多这样了。第一诗节必须说这真的是写得很好，他格律上面也有用心，他第一行的最后就第一诗节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都是少一个韵脚的，就仔细听我念就知道。 Move him into the sun, gently its touch awoke him once, at home whispering of fields half sown,
Always it woke him, even in France, until this morning and this snow. If anything might rouse him now, the kind old sun will know. 所以光是从那个韵律感上面就形成前后的对称。这个对称刚好也是夹带着中间的画面，因为你第一行就是把它移到太阳下面，第七行也是说希望太阳能够把它救回来。那中间的五行就是在讲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这个士兵无论是在家里的农田还是刚到法国的时候都是跟着太阳一起起来，或是由太阳照他起来的，有这样的常年的照顾跟呵护关系。所以这个音节的那种框架等于是让第一跟第七行是现实面，然后二到六行是一个美好回忆或是一个理想的想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幻不是幻想，一个奇想或是一个向往，就是一个非现实面。那第二十节它格律也是一样的，有这个第八行跟最后一行也是少一个音节，所以它写作策略也很类似，但是那个第八行比较没有那个现实面，因为它毕竟是诗里面的一行，它不是开头第一行。那第九行到第十四行也是在想象，就是这个太阳它曾经成就了多少事情，曾经做到了多少事情，但是现在这么厉害的太阳也救不回来我们的兄弟，那这样子还要这太阳干嘛？是一种愤恨吗？是一种对于命运的愤恨转移到对于拟人化太阳身上的愤恨。好，这首诗有想提问吗？OK， 我们看完五首诗的，但是好像还有讨论题目，怎么会这样？第五题 ，How do you or do you think the poems of Sassoon and Owen differ, and if they do, how？ 你觉得这两个诗人的诗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只读三首跟两首，所以只能概括讨论。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五首诗的写作策略。第一首给你一个具体时空，然后给你具体去描述这个地下穴道的感受，但是又在描述的行间比喻成神话中的地狱。第二首一个简单的一刻来勾勒出士兵跟将官的反目成仇。第三首写给家里的女人读的一首诗，努力要他们去认识战争的真实丑陋面目，包含对于敌人家庭的破坏也在里面。这个是 Siegfried Sassoon 的三首诗。但我们看 Wilfred Owen 这两首巨细靡遗的去刻画毒气，先是这个疲劳的军团，然后再来遇到毒气的状况，以及带来的影响对于说话的人日后的噩梦，然后最后加一句，所以你怎么可以说战争是美好的呢？我们刚刚读的这一首，这个同袍死了，然后无助于天，即使是上帝也救不回来。乍看下来感觉好像都蛮像的，但是我们好也似乎可以看出来说，欧文这两首诗都是聚焦在个别的人身上，而且是想要去很写实的去刻画
主角的不管是处境还是心境，心境啦，我们说心境，因为这一首的重点是说话的人他的噩梦，然后下一首的重点是那个无助感。但 Sassoon 呢，他的诗好像是比较有一个论说的意味，他努力要让人看到战争的真实面目，对不对？他这边说家里的女人，没有说哪些女人，他说德国的母亲，没有说哪一个母亲，泛指所有的女人跟母亲。然后上一首虽然是有点名，有一个将官将军，然后有两个士兵叫 Harry 跟 Jack， 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只是一般的人名，也没有一个特别的那个针对性，任何即将上战场或是刚从前线回来的士兵都可能有这样的想法。那第一首虽然有一个具体时空背景，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主角的了解也不多，你换做任何的士兵放在这边也有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也有可能有这样的感受，而且因为是比喻成一个神话的地狱，更和个人的经历有一层隔离。所以感觉我们可以说 Sassoon 的重点比较像是在要对读者的观念改变，所以他比较会想象一个一般情况，当然在战争里面一般情况也都是蛮可怕的情况。但是 Owen 他的重点虽然也是要改变你对战争 的想法，但是他是透过情感的改变，设身处地一个同理心，让你主动就是对于战争改观，而不是透过说理。尤其这个第五首《无助》这首，通篇没有提说战争怎么样怎么样，他单纯是在勾勒这个死亡士兵的同袍对他的那个感受，对于这个死亡的感受。直到最后一行，他的就是兄弟也都还在怨天 ，literally 怨天，这个天救不了他。但是没有，就是下一步理论上就是转向怨战争以及主事战争的人，但是这一步没有写到诗里面，这个是留给读者自己去连结的。因为读者读完之后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真好，这个士兵真好可怜，到底为什么会死掉呢？然后就会渐渐会想到应该是战争的问题，然后再会去反省说那些说应该去打仗的人都是混账什么什么的，没有写进去，是留给读者自己去反省。我觉得主要差别可能就在这里吧。你们有其他想法吗？好，那我们来看第六题。当然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两个都在讲一战的，所以不会是20世纪以前写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1913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有啊，那个毒气被毒气害死的那首诗，叙事者就讲日后一直做噩梦，所以有这一层连结。人们经由弗洛伊德提点，认为有什么意识跟无意识，即便你白天没有在想它，但是晚上还是可能会清醒。1915年 Golden Bell 金之叉，讲神话。我们刚刚看到第一首走地下洞穴的那首诗，就是把地下比喻成地狱，所以也是一个神话连结。最后一首无助那首也是把太阳比喻成上帝。那太阳本来就有很多神话连结嘛，太阳神啊，然后什么。希腊神话也很喜欢用到太阳的元素，所以这也算是一个神话连结。
现代主义比较少，这几首诗都蛮好懂的，相较之下。但是下一个 free verse 都是新诗，有格律也不是一个固定格律，就是即便它有格律的影子，但是它不是很 care 有没有例外，就是没有那么严谨，它只是一个写作框架而已，所以也算是有新诗的影子。你可以勉强扯上1918年女性得到投票权。为什么女性得到投票权？就是女性的政治地位有提升。那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Glory to Women 那首诗也是很在乎，就是国内女性的看法，他们对于战争的观点。诗人觉得他们的观点足够重要，应该要去花那个精力去改，让他们改观。所以这也某种程度上凸显女性的政治地位有提升。啊，一战嘛，所以后面应该是没什么影响。OK， 所以第六题这样可以吗？我刚刚好像没有提说为什么那首诗叫做 Glory to Women， 它是讲女性没错，但是为什么用 Glory？光荣 ，sorry， glory of women。这个 of 在文法上面有两种解释嘛？你可以说是女性本人拥有的光荣，你也可以是说归属于女性的光荣。如果是女性拥有一个东西的光荣的话，她所拥有的就是她们的儿子、先生、兄弟。士兵的光荣，士兵的英勇事迹，女人把它视为自己的光荣，因为就是我生命中有这样的光荣的男生。但是第二个解释是女性，这些女人本身就很有光荣。那如果是这一个解释的话，这标题就是讽刺了，因为就是前八行讲女性做的这些反应，这个就是传统上认为女性在战争时期能够给的光荣就在这里，对于士兵的照护啦、称赞啦，然后英勇事迹的分享啦，帮他们做弹药啦，帮他们缝袜，这个写信啊，都是传统上女性在战争时期的角色，所以他们扮演好这个角色，在传统上也被认为是很光荣的。但这首诗恰恰就是要打破这个迷思，战争不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你做这些事情都没用，你这个写的信再多，缝的袜子再多，你的男孩还是会战死，你做的弹药越多，战死的越快，所以这样的标题就变讽刺了。 OK， 所以这一周这五首一战的诗有没有想要提问或是要我继续讲什么的？没有的话，我们来讲一下下周要干嘛。我们这学期的诗，你想看是四周吗？15、16，对，我们这学期的诗读完了，接下来下一周要读两篇短篇小说，但是不要吓到，虽然是两篇，但是每一篇都很短，给你们看。第一篇 Araby， 哒哒，2、3、4，4页结束。然后下一周第二篇叫做 The Day They Burned the Books， 1页、2页、3页、3页半，没有很多，加起来7页半而已。再下一周我们要读两篇杂文，不是散文，是杂文。我下礼拜还会再介绍一遍，但基本上先跟你们提点一下。第一篇是一个开会的备忘录，然后
第二篇是演讲稿的一部分。那一周要上后殖民，就是殖民国家被殖民国家的就是自由独立建国之后的一些反省。然后第十七周我们会上长篇小说节录的一小部分。所以韵文上完了，开始上散文题。下一周这两篇 Araby 是经典的小说作品，基本上大部分的文学入门课程或是什么文学导读课程都会上这一篇。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提到 James Joyce， 他先是终结了短篇小说体，再去终结长篇小说体，再去终结所有的英文文学创作，三本书一个终结一个。这个是由他短篇小说集选出来的最短的一篇。他的短篇小说集当然每一篇都是经典，但是最脍炙人口的就是最短的那一篇跟最长的那一篇。那我想你们应该不会想要读最长的那一篇，所以我们来读短的。Araby 这故事很简单，一个爱尔兰的小男孩听说有一个东方市集要来到，应该是都柏林，他住都柏林，就是要一个游走的东方市集要来了，然后他很想去参观，看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可以看可以买，但是家里的人好像不是很理会他。他为什么要去呢？因为他邻居的姐姐拜托他去，他邻居姐姐那个时候二十世纪初爱尔兰蛮保守的社会，那个女生不能随便就是没有男性伴随然后就出去就是压马路，所以他就拜托他知道暗恋他的邻居小男孩，就是我们的主角，拜托他去市集帮他买个东西回来。所以呢，我们的主角去市集，一是自己猎奇，然后二是有一个什么浪漫，对于女孩的浪漫想象。但是这样讲下来你就知道他的结局不是理想结局，然后他不理想的方式很值得去讨论。对，所以这个是 Araby， 光是 title 就已经有那种东方意味嘛， Arab 阿拉伯，他指的就是那个游走的东方市集。这个时候对，这个时期的东方不是远东，是近东，就是我们今天称的中东。好，这是第一篇。然后第二篇，但是我们时间很多，我可以多讲一下 Joyce 这个英勇事迹。没关系，第二篇是 The Day They Burned the Book， 这个作者是 Jean Rhys。 Jean Rhys 他的著作不多，但是他最脍炙人口的是他晚期的长篇小说，他去为简爱去写前传。简爱里面有一个角色是那个男主角，不是主角，但是有一个男性角色，他的太太气笑了，然后被关在那个屋檐，就是关在家里的那个 attic，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是屋檐下的那个空间去静养，是强制性的。然后呢 ，Jean Rhys 就是想说，为什么这个女人会变这样子？她到底经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简爱小说里面又有提到这个男生他的事业很大，还做到加勒比海的那个殖民地去。所以呢 Jean Rhys 就去想象这一男一女他们当初怎么认识的，然后为什么会在一起，然后为什么最后女的会疯掉。那这个故事就牵涉到男生在殖民地的经济活动啦，然后作为就是地主的一些行为跟历史。Jean Rhys 本人，这个女生，她本人是加勒比海出生，加勒比海地区出生 的混血女子，是混血吗？好像是四分之一混血，所以她终身都不管在加勒比海地区还是到了伦敦都觉得格格不入，因为她又不是殖民地当地人，她是算是白人。但是他到了伦敦好像又跟没有经历过殖民经验的人就是有一层隔阂。他终其一生他的文风到后期开始去回忆他就是家乡的事情，去写一些加勒比海地区的故事，但是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他是写一些非常都市女性的小说，短篇小说，他早期作品
以幽默清淡的讽刺文笔为以就是文明，就是说是一种你读下来会觉得这个主角对事情蛮不在乎，直到就是终于你看出来其实他只是一个幌子，他只是用这样的态度来保护自己。如果会欣赏英文小说文风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看的。不瞒你说，就是终于开始上小说，我其实蛮开心的，因为其实小说才是我的专长，就是诗只是业余的。所以接下来也许我们可以有更精彩的讨论。OK， 所以关于下周进度，请把这两篇短篇看完，看到讲义的就是2361页，对，到这边。OK， 好，今天到这边，还没签到可以再签到。